有点危险的队伍哈。好，为什么要编这么困难的队伍？没有什么，因为今天要示范这个队伍是属于这个 G8Gang 专属的一个队伍。什么队？应该没看过，好，百姓开发出来新的队伍，叫做 G8 队，应该没有人有意见吧？啊 ，OK， 好 ，G8 队。哦，哎，因为他这个关卡不是很好打，搞得我一定要配这个奇怪的队伍来哈。哦，今天为大家示范的是 G8 队，多 G8 嘞，打了就知道。哦，问题是在这一支啊，因为我要凑队伍嘛，没办法。哦 ，G8 队其实我用过很多次了，稳定性还算不错哈。那首先我们就是。不要做五康宝，哎呀，好像跌到了，哎呀，吓死我！对，人比游戏更鸡巴，没有错，这个这样说就对。哦，这一队有个缺憾哦，我要除 CD， 为了那只水妹啊。哦，首先看我们的恢复力哈，从这一关就可以做示范，做测试啊，不是示范。三康宝，补4000多滴哈。哦，所以三康宝就可以了，你了解吗？恢复力是没问题。一康宝，一康宝，两康宝。哦 ，G8 队哈，哦，这个这是专属于我们工位的特殊队伍哈。哦，加入到小宝宝进哦，欢迎大家推广 G8 队哈。嗯，我不小心就转了五康了。两只水妹，对啊，没办法，我要抽 G8 队啊，这是属于一个逼不得已的现象哈。我还没出手，先跟各位讲，我还没出手哈。这个出手下去是不得了哈。好，我稍微出一点手。斜转，隐藏成就。对，大沙刚好这样讲。你刚刚说隐藏成就是什么？因为我还没看到。你刚讲是那个，高级嘛，哈。先转，啊，不用跟他客气。哦 ，G8 队的特点在哪边？珠子用不完，你可以自己生珠，哦，可以自己生珠，哦，再加上集市的，哦，集市技能哦，光按右边攻击珠，哦，再来水火木都是攻击珠，所以基本上整片都是攻击哦。整片的，哦，威力有多强？看一下，哦，单体攻击，哦，全木，您哪？全木玩个屁啊 ！G8 队的特点够 G8 哈，没错，这个师伯说的没有错。哦，慢慢转没关系，因为这队够 G8 哈，这个威力会有点强。先打右边那一只哈，我是怕威力太大，这个跟各位报告一下，我是怕威力太大。
啊，有多大呢？可以看一下这个威力有多大。嗯，没有全体攻击，没有关系。好，一样。好，搞鬼，好不好？还有五回合，我刚才冲击太快了啊！我缓一下哈。两康二啊，无我今日真正送走。两康哎、欸，好，冇紧，冇紧，哎、欸，两康冇紧，可以给我一点点，一点点回合数嘛，帮忙，可不可以小力一点？太大力啊！好，看到这个鸡巴队友多鸡巴哈，可以看到。好，记得新珠留着哈，新珠留着。一次40%，40%。个人建议。水妹，没有为什么我要延长时间？我要留心哦，我只是要延长时间而已。基本上三颗星珠三组就差不多了，先跟各位报告一下。哦，水妹她是延长时间用的哈、哦。哦，所以你转速很快的人，我们看一下我现在是属于一个，我的画面是属于一个累格的哦，我现在是很累格哦，可以看到吗？珠子是非常累格的哦。好，看看这个鸡巴队有多鸡巴哈，断心没关系，一样鸡巴哈，因为他防御率120万，基本上我是没有打算灌过去的一个意思。好，那蛮哥搞断心啊，他还不错，留了3颗给我，那还算蛮够意思的哈。还不错啦，留了3颗算给面子OK 哦，留了3颗哦，很好，给面子。叽八 game冰洛奇，噔 ，OK，OK，、OK? OK? 哦，对啊，我的电脑，我的手机啊，现在还是属于那个的哦。有没了两 combo， 两 combo， 你无看唔到，嘿，的确是两 combo。哦，它恢复正常了。其实我的手机这样搞，真的是跟不上我的手速，真的不是我在砍。累的，差点断心珠。OK， 没问题。开，这个鸡鸡要不要开下去？各位要不要开鸡鸡？这个 G8 的8要开下去了，8要开下去了哈。那 G 要开吗？开 G 是不是？要开吗？好，一波一波 GG 好吧，我们就给他一波 GG 啊。哎，没有关系。
哦，没关系，没跌到没关系。238万，一波 K， 击败。哦，好，有点语无伦次，不要介意。好，击败对。好，今天为各位示范的是黯然销魂雪花百姓头击败对的打法。好，名字可能会打不上去了，所以我应该会剪短一点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应该要打剪短一点。有人说带四星小魔女，不好意思，这个对，没错，很好的建议。但是因为我是神魔队，所以我不能带小魔女。我刚刚是硬生把它生出来的，就跟那个生小孩差不多一样的意思，因为它精出来在吧，好，今天应该是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。有问题吗？应该没有。啊，问我要再编哪一只，我不知道你的卡牌是什么。如果要编 G 八对，就是我想到就是双水妹的话，好不好？哎、基本上在别的关卡它也很好用啊。哦，大家可以试试看。哦，可以看到我刚刚一波打下去哦，是一下破238万哦，一下、哦，一下、哦，这不是在好小了，知道吗？哦，好，那没有问题的话，今天实况就到这边，因为我发现我们的观众已经开始聊起来了。哦，非常好。大家聊开了就是好现象，哎，因为没有问题，所以就聊开了，认真的，好不好？今天实况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